心呐、啊，叫我怎样放弃你？娘我扶你过去吧。不远，就在。
啊，在哪里呀、啊？就在这里呀、啊。这里就是贵府。很塞很塞，是什么贵府啊？你房子都没有，是什么很塞？这就是房子啊。哎呀，这是一个土登登，怎么是房子呢？这个土窑嘛，就是房子啊。这，你，我，小弟，你不要哭呀，你不要哭呀。啊，现在我不哭，这是我这里没有房子啊。小弟不用烦恼，我们是四十八计。把他高楼平地起，何曾没有房子啊？嗯，可是事情是在此地，岂不是凄凉？小姐，你看，此地是山花土香，莫扎动居，青山落水，八鸟争鸣，是热闹得很，不为凄凉的呀。门呢？门在哪里呀、啊？这就是门啊！哎呀，这是一条破日子，怎么是门呢？这叫做圆门。嗯，好一个圆门！小姐，别看门外之事啊，这门里面常飘一番风光哦。哦，里面。外面有一番风光，是啊是啊、嗯、那当年我去看看这个风光嘞。行啊，哎呀你怎么不高兴对吧、哦、那么娘我先进去送你餐饮小姐啊。小姐来呀、啊。啊嘿嘿，这是里门一路进来可要地对哟。哎，当心。先生啊，我进来了吗？进来了进来了。还可以得去了吗？可以了可以了。小弟啊，这房子是用火烧炼过的，坚固得很，不会倒的哦。哎呀，这房子倒扫得好巧啊，没有梁，没有石，没有砖，也没有瓦，真像一扎谷子。哎，分明是房子，怎么是谷子呢？小弟啊，这房子可有个窑啊。什么窑？叫做安乐窟。安乐窟，岂不闻君子食无女饱，居无女安？我在此地是安而居之，岂非叫做安乐窟、嗯？好一个安乐窟啊！现在大厅在哪里？大厅。打听此地啊，子望在哪里？子望也是此地啊。现在我眼里的我爸也在哪里呢？我忘了也是此地嘛。哎呀，现在我看你呀、啊，这人又好气又好笑。小弟笑我什么？那大厅在此里，子房在此里，现在的我房也在此里。地方只有这样大小，才能都在此地了。哎呀呀呀，那真是巧的了，巧。
你什么？喏，瞧着我的娘没有进我家中，要是有，秀妃，你是往哪里去放我？小姐没有嫁妆，小生没有厅堂，真是巧合，不必取笑。秀妃，冬用的家具在哪里？冬用的家具，这要的要有的都是呀，那那。啊，那大娘我去看看，看看。哎呀，家具是为何用捆的？不要捆的。哎，看看的好。啊、看看看看。现在这两块长得凶得蛮横，这是什么呀？这是枣啊，枣。什么枣？叫做元心枣。好一个元心枣！哎呀，现在这个土不都有什么用处啊？当心，当心，当心！啊，这是谷子啊，谷子。这样小够谁吃完你？我一个人吃也是够了。哎，使劲！嗯，哎呀呀呀，使劲你我是两不成了呀！啊，我梦真也是家口真多，这边是我是好呢。这，哦，小弟，我有个办法了。啊，什么办法？我们一人去问，一人在做。那岂不是累苦了我？小姐不用撒娇，待我明天去买个大的。买个这样大的，一人给你我二人用了嘛。哪人好了？现在。嗯，这些杂草又有什么用处啊？这是锁啊，锁，什么锁？嗯，叫做养人锁。人家只有短着金锁，从来不曾看见过这种草锁。嗯，现在，嗯，我为养人锁。此草生在山上，水了可以养人，因此叫做养人锁啊。养人锁，我们小姐说呀，这就是我夜里睡的上铺啊。啊，是您这里上铺？哎，现在。那么，我你你们也在这上边睡呀？啊，我也在上边睡。睡在上边，可是暖我的很啊。我本是。江湖千金玉盛藏在绣围巾里暖暖宫
难忘小姐的我心意，从姐姐，你又找石元子一得长远归。哎呀，小姐好古才的呀，多谢小姐金科玉言，小姐在上随我蒙尊一拜呀。不拜也罢。哎呀，这样好的才女怎能不拜呀，一定要拜。我要拜了，随我一拜。我要拜了。小姐你怎么了？现在我了。哦，你在哪里？我们可自己闯进呀！啊，你在哪里？在这里，在这里。小心你听，莫那日的钟声响了，我去棺材，烧进你带房，回来呀！啊，现在。是距离莫兰日路途可远？不远不远。你赶去不会落空吗？不会不会，他们是西门中黑七万，听见钟声真是时候，小姐七方宽心，少日我接你带八米万回来呀。啊，现在你要早些回来呀。小姐放心，我去去就来，去去就来。啊，先生，啊，表弟，你可不能出来呀、啊！怎么？要等三朝以后才能出来哟、哦。我晓得。哎呀！
让出了家，身上披袈裟，命中却咋办？你竟独身呀？哎，师弟呀，哎，师兄，那吕蒙正天天来吃炸丸，看他那个穷酸的样子啊，真正有些可恶。嗯嗯，哎，师弟呀，我们今天来想个办法。哎，师兄，哎，你有什么妙计啊？哎，带我想来，带我想来。哎，师弟，我们今天来先吃完，后命中。等他来时，一上空，妙计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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那你快去吩咐杀完的武让，从今天起就是先吃完后命中。好吧好吧好吧。啊，里边杀完和尚听着，从今天起我们是先吃完后命中，好不好不？你们快来吃饭吧！哎，好好好！哎，师兄，吃吃吃饭，吃饭，吃饭！吃啊！当七师兄，当八师兄，有礼了。这两个和尚不理睬我。看着一本火烧的红红的，却被他们扒准了。
就知道，哎，你不杀掉了，你不杀掉了，哎嘿嘿，师弟呀，是你的衣服少了啊！师兄，是你的少了，啊、你的少了，我的少了。嗯。啊，烤糊啊！来，师弟呀，瓦了啊！怎么瓦了啊？他拥有这股气，把我们轰开，他到口气个五八王后来了。哦。哎呀呀！你看，哎，他都靠近两米王了，这，哎呀，哎，师弟啊，哎，我们来计上加计。师兄，你万一什么妙计？哎，哎，不必客气，不必客气，来，听听说啊，哎，师弟啊，哎。吕老爷来了好久，哎，给吕老爷倒碗茶来呀！哎，那第六一个、哦、不要紧，送信少一本就是了啊！啊，送信少一本，送信少一本，对，是的呀，啊，送信少一本啊！哎，咋的哩？没有户了啊？没有户了？哎，哎呀，没有户了、啊，那就不考了啊！哎，不考！哎，你们。不能吗？我们不能，你能不能啊？我也不能啊。好，那么大家不考。啊，二位师兄，你们的年日都盼完了吗？有什么要写的，我来帮你们写吧。哎呀，没有什么好写了啊。对字呢？写好了吗？那么诏书呢？也写好了，也写好了。今天，今天过了嘛，就是明天嘛。哎呀，李老爷今天没有什么事好做了。哎，那李老爷，李老爷啊，我这里啊有只木鱼，请李老爷再上几句诗。木鱼本是莫雕尘埃，闻声金家放光明。不错，每日不当声敲当啊，敲敲当当闻光明。师弟啊，我们又被他挖苦了啊！他是我们在闻光明啊！什么意思啊？你是李老爷，这前面两句很好，这后面两句，我来帮你改一改。你枉为改吗？哎呀，李老爷上到这里来。我们也就也为了几句啊，但不知是何该法。哎，猜猜，你笑死什么？叫你王八死金啊带，恰原来是个痴眼。来读的顺序呀，对，过去功名只是套现，问的是金钟和
们天分人，父亲发完兵当子，敢跟着这里女老爷有一百不能，你可知？出来就给听啊听啊，老恩心也能夸下谁个来。师兄啊，一听他都讲起好话来了啊，是我们啊哎讲实嘞。哎呀师弟呀，他是说恩心神经受着夸下，不是实的呀啊，蒙大仙当起实来不得。哎，师兄啊，他手上不走，你可怎么办？不走啊！哎，李老爷，方才我们冲口而出，望李老爷不必介意，不必介意，没有什么。师弟啊，给李老爷拜拜啊！拜拜拜拜拜拜。李老爷，咱们一日不熟，请李老爷到三门外看看很好的家，还得请李老爷媳妇过年的对子啊！哦，要媳妇过年的对子，媳妇对子，毕年不要忘了啊！毕年弄，哎呀，没有毕年这么新的，李老爷请啊！啊，请啊，师兄请啊，李老爷请，只是有偏了。啊，李老爷，你看这真相，说得可威你呀！啊，那，媳妇什么样的对子才好啊？重要媳妇很好的才能对得起你们哦、阿弥陀佛师兄，哎呀，这和尚怎么进去了？师兄，把门都紧闭。这定是他们有一天千千万会命中，蒙着来世一场空。这两个徒弟，苦呀苦！这可以恶气。叫我死后晓得，不明白我第四一岁是要向我心对自弃。石头堆在九度空，那我脱离返回中。门都关了哦。陈处理是端江人情，因我临在是悲千万回民族，为我几人立下，将人。